嘿、hey, 大家好，我现在可以叫我 A 梦或 E 梦。那今天呢，对，就是其实我一直想要先讲兔子这一只角色啦，对，然后我就搭配了一只另外一只角色来，两只一起讲，因为我觉得后来还是觉得一直影片只讲一只角色有点少啊，好，我们就马上来讲我们的这个美美兔，俗称兔子剑哦。那兔子剑呢？它是属于一个输出的位置啊，那属于一个物理队的输出，因为呢，它有一招这个小兔子声援是增加全体的物理攻击力。那在 buff 增加物理攻击力的情况下，你很理所当然的就是去搭配物理队嘛，对，所以它是在物理队的一个还不错用的输出，不管是在这个 PVP 还是在打联盟战的时候，其实都可以达到一定的用处哦，这个兔子剑。对，啊，它提升这个全体物理攻击力的效果，其实还蛮显著的。就是以我自己的例子来举好了，我现在的等级是80，我现在角色等级81、82等左右。那暴攻的 Heartbreak 大绝呢，打在 VH 地层的王身上，大概是48000左右，在有月月破防的情况下，大概是48000。但是如果说加上这个小兔子声援的话，就会提升到50000这样子。所以其实呢，像这种提升200多的物理攻击，看起来好像很少，但是实际上它是可以感受得出来，打出来的数字是会有增加的。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技能算是还蛮不错的，在物理队里面来讲哦。那另外一招呢，这个蹦蹦跳攻击就是很普通的砍，他就是很普通的砍一刀，对，就这样。也是他身为一个物理输出，然后做输出的一个手段啦，就是普攻跟这个一技哦、喔、去进行攻击。那他还有一个重点是说，这个小兔子斩击，小兔子斩击呢，他是会砍两只的，就是先砍第一只是中幅度的伤害，然后剑会飞出去，然后再打到第二只是大幅度的伤害。所以呢，在 PVP 的情况下来讲，就是你很容易就是砍，然后飞出去就直接打死两只，直接 double kill 的情况其实是蛮常出现的。就算没有杀，那这两只基本上也是残血这样子的血量了。对，所以它在PVP 可以造成的伤害是很多的。那它跟这个小刊就是病弱弓的分裂键是一样的。当只有一个目标的时候呢，他就会两下打在同一个目标身上。所以呢，在打王的时候呢，这个小兔子斩击也是非常厉害，他可以两下就是打在同一个敌人的身上。哦，所以呢，大绝是属于很实用好用的技能啦，这样子。那他其实还有一个重点是说，他是中位。对，之前在那个前位的影片，有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没有讲解，因为那一部影片我是想要讲前卫的部分哦。那美美是属于中卫的角色，那他属于中卫就代表什么？他属于中卫就代表说他在站位上是比较后面的，像一些比较多人使用的物理输出，像流血犬，像这个病娇，他们其实都会有一个问题是说他们站非常前面。那他们站非常前面的情况下来讲的话，他就很容易因为黑骑他的技能会后退嘛。那或者是说这个布丁幽灵化的时候呢，导致布丁的站位跑到比较后面，那变成说他们露出来，然后被攻击到这样子的情况很常发生。那加上他们的体质是软的，所以就很容易损血这样。但是美美呢，她属于中位，她就比较站后面一点，那她在这方面的问题就好上一些，比狗拳啊，然后病娇那些角色还要好上一点啦，因为她的站位比较后面的关系。所以呢，美美，我觉得哦，它是一个非常泛用的一个角色啊，就是 PVP 可以用，推图可以用，然后打王也可以用。对，那虽然说它的星星不是特别好升，它其实星星没有特别好升，就是要还是要弄这个 hard 关卡的部分、啊。那你新手成长期可能没有这么多的体力哦，可以去弄 hard 的。因为像我现在，以我现在来讲的话，我的角色其实大部分的角色都升的差不多了，那我想要升角色的时候，我也可以一口气拉起来，因为我已经弄很多装备了。那所以说我可以有这种多余的体力去打 hard 去弄角色的碎片，但新手可能没有这么多可以去打碎片的
体力哦，没有那么多碎片可以用来去打体力，所以呢，每每我会认为不急啦，我会认为不急。新手要练是可以，但是我会觉得没有说很急着要练，因为毕竟他的信心对新手而言没有这么的好升哦，要弄这个 hard 关卡，那 hard 关卡的体力消耗也是蛮高的，这样子。对，那就是之前提到的嘛，角色的二星跟三星其实差距是非常大的，因为二星跟三星差了四话的羁绊剧情啊，其实后面四话这个羁绊剧情的差距非常的多，就是他后面这四话加的是比前面四话多的，所以二星跟三星的差距就会在这个地方显现出来，就是会差还蛮多战力的这个样子。好，所以呢，就是属于很实用的角色，但是新手不急着练了。好，好。那再来我们讲第二支哦，今天的第二支就是这个忍。那忍呢，它属于一个就是有些人喜欢，然后有些人没那么喜欢的角色。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主要是这个它有一招这个幻影呼唤了。那幻影呼唤呢，就是会召唤他爸，没错，就是召唤他爸，然后会站在前面这样子。就是如果说你的阵容是黑骑，然后猫人这样子的站位的话，那他老爸的位置大概会是在猫的前面，就是刚刚好会站在猫的前面的那个位置啊，会比黑骑还要后面一点点这样子。对，所以他其实不会到非常前面去弹住伤害，不会像天哥的大绝召唤的那个小精灵一样，他会站在最前面，不会，他不会站在最前面，他就是站在这样子的位置。那站在这样子的位置呢，其实怎么讲呢，稍微有一点点尴尬的感觉，因为你不会期望说这个骷髅头它可以造成多少伤害，就是你不会期望它的攻击可以造成多少伤害，那它的攻击基本上以对面的坦克来说，坦克还活着的情况下就是可以无视的一个伤害，那还会顺便帮对面补 TP， 那当然呢，对面把这个老爸打死也会回复自己的 TP， 所以这些的事都是有些人觉得说这个老爸他比较没有这么优的地方哦。那比较优的地方是什么？比较优的地方是老爸他是一个他会占一个位置嘛，是一个可以被攻击的目标，所以他跟千哥的小精灵一样，有的时候或在 PVP 的时候会吃到对面的 UB， 所以他会扛到对面的 UB 打到老爸身上。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是很赚，因为就赚了一个 UB 这样子。所以这个是这个技能有好有坏的原因啦。对，那我个人认为是看你啦，就是看个人啦，看个人。可是如果你缺破防角，例如说你没有月月或者是之类的，没有月月或者是你还没有抽到声月之类的，虽然我觉得还没抽到声月还蛮难的，毕竟它的二星角。不过呢，抽的东西都是有可能嘛。如果说你万一真的没有的话，那忍他也是一个物理破防的角色。他的小招呢会进行一个小幅度物理防御的下降哦，是对这个全体敌人哦，是对全体敌人的物理下降。那必杀技这个幻影说书人砍下去也是会有那个范围，然后降低物理防御力的效果。所以呢，其实这个忍你可以搭配像说声乐的能力去做，这样就是说声乐的圈圈出去啊，降防警戒出去之后呢，然后你就先开这个忍的幻影说书人，那幻影说书人会有声乐圈圈的降防的效果，那砍下去呢又会再降一次防，就再开声乐的那个蔷薇，然后再下去，那就是可以造成很多很多伤害的范围伤害。对，所以其实它也是一个还不错的范围伤害啊。那在这个 PVP 的用处也还是有，在推图的时候也还是有，因为可以看到我的等级是这个 rank 448的嘛，因为我初期在拓荒的时候是有使用这只角色的，对，只是后来就练把声乐练起来之后，就渐渐没有再用了而已。对，所以其实它也是一个还不错的角色。那你新手没有其他角色的话，这只也是还不错可以考虑的角色了。对，那这个呢，它的这个碎片哦，也是属于不好拿的那一种，就是主线的这个 hard 只有一关可以拿，然后女神石，所以前期要升三星几乎只能用女神石升啦。那这也是就是
后来没有继续练这只角色的原因之一啦。那你如果想要练的话，也可以把这一点就是考量进去，就是你如果要上三星的话，可能会要吃一点女神石，因为只有一关的话，人弄起来真的是太慢了，哦，有一点太慢了，除非说你是像我，以我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我已经有很多其他的角色了，那我只是想要再多练一只，我就可以慢慢弄。那等我哪一天弄上三星了，可能一个月后、两个月后弄上三星了，我就拉起来用，这样子。对，那你如果说想要练这只，先把这只练起来作为你的主力的话，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就是身心的部分了，因为心心不好身。好，那总之呢，这一次呢就是这两只角色啦。那这两只角色呢，都属于这个不急着练，但是效果其实还蛮强的角色。那两只角色呢，都是浓化的关卡才能拿到，但兔子剑有两关哦，所以是比较好浓一点这个样子。好，那这一次里面呢就差不多到这个地方啦。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关于这款游戏的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那我如果刚好知道的话，也会回复你这样子。好，那就先到这边，谢谢各位。